批冠到这里本该接近尾声，但今日我再添一笔，唱与祝时鹤归，茫茫天地无依靠，孤身离去。今日再会，新朋旧友坐满堂，共聚此时。怎么样，我唱的还不错吧？太好听了，有机会的话，盼萌也想学。很好听，而且谢谢你。不客气，多亏有你，神女披冠才能变得更加完整，戏会落幕，人生却不会。相信今后你一定可以顺利融入离月港。谢谢，我想我已经找到改变的契机了。云先生，原来你在这里。这位白发姑娘看着好特别，简直就像是仙人一样。莫非你就是那位神女？还有这位不是大名鼎鼎的旅行者吗？看来这次我真是不虚此行。不介意加上椅子吧？来，咱们一起聊聊天。如果你不想用鼻子或者眼睛把剩下的酒喝完，就快点离开比较好。这熟悉的感觉好像又回到第一次和申鹤见面的时候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冷静，申鹤，